出春日最后一支点，来交换天边遥远的明月。我问明月为何难成圆，留不住深埋心底的眷恋。山中若无眠，相对望远，许许说心事，欢风不解，可捎去长久的思念。海浪拥抱誓言，是否等待了千年，却走沙里等下个潮汐，再度相约。春风吹散流年，却只在音乐的音阙，历经多少颠沛漂泊，降落在你的眉间。你的岛屿已抵达，由番茄小说网络冠名播出。你的岛屿已抵达，由中国桃花源网络冠名播出。番茄小说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中国桃花源，湖南常德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喂，醒醒！有人吗？这有人受伤了！听得到我说话吗？你疼不疼啊？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沈七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刀上为何不见血？我下不去手，我不能。你是不能还是不愿？池野的义父陆天雄一心想要攻占银铃岛，抢夺灵医秘术，而池野是他手下最锋利的一把剑，嗜血无情啊！若不趁他虚弱将他除掉，等到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，我灵医族必败。我知道他良心未泯，我相信他不会。现在给我多一点时间。你又凭何信他？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让他爱上你。无论何时，当他的剑指向你的族人，你都必须死在他的剑下，用你的生命换他的愧疚，这是使命。Thank you.
小溪。刚吃饭的时候看你没什么胃口，所以做了点小点心。你先尝尝。这花蜜是我第一次做，肯定没你做的好吃，你不许笑我。风不息，铃声不止，他可有不祥之事？灵堂不祥。小溪，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十一，我不能再让你因为爱我付出代价。喝水。怎么了今天？别动。这没什么的。倒是你，今天下午突然就跑出去了，怎么，我做东西那么难吃啊？啊？疼吗？不疼。
上哪儿来的？小七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或许我们一开始就是错的，总是你在付出。我发现我对你一点都不了解，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让我怎么心安理得的去享受这一切？我，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十爷，我们分手吧。我累了。好像是实现来不迟。马上就要走了，不要再把事情搞复杂了。这什么事儿？外面要下雨了，我帮你把衣服收了回来。谢谢。你那天说何村说的话我都不记得了，但我都记得你说在你心里我是美好的，在我心里你也是美好的，所以不要纠结值不值得，你比任何人都值得。你说完了吗？大概。我要睡了。你在我家做什么？我看你气色不太好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我问你在我家做什么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你现在的状态需要人照顾。那你拿什么照顾我呢？我要跌倒的时候你能拉住我吗？我卧病在床的时候你能扶我起来吃药吗？所以你是没有办法接受我无法触碰，是吗？对，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非常不公平。我也想和我的另一半肆无忌惮的牵手、亲吻、拥抱。
轻轻，长夜无尽，欢迎来到我的海域，摘下风信，编织奇遇，尘世间一起飞行，潜入旖旎梦境，我会成为助力的。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这里的岛不及你画的万分之一。不过是向我折磨罢了。放手吧，迟夜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虽然你没有说你们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看你这样，你们只是在互相折磨。是啊，只会带来伤害的感情越早结束越好，最好是干脆就不要开始。或许我离开云云岛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岛主，我看到小琪姐在渡口，听说她要离开云云岛。是要离开吗？为什么要走？我走不走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可是岛外的事情很复杂，我不希望你有任何危险。可现在对于我来说，最大的困扰就是你，我只想要离开你。好，既然你不想见的人是我，那应该我离开才对，我马上安排，明天就走。